长照 2.0 让原本长照的范围变得更完善、更周全。而现在，我们再次升级，让这道光照得更远，不断增进，增加长照总经费，增加评价住宿机构，增加服务项目，增加日照中心，增加照顾家庭，五个增加，让长照 2.0 再升级。小英在4年，照顾更周全。